我叫周天人，老豆话我出世嘅时候死过一秒。思辰，从此我睇嘢都快人一秒。点解你天生有呢个能力，你唔好发挥咧？咁我觉得一秒好似都做唔到啲咩咁啊嘛。一秒神童啊，算吧啦。帮我删。我只是看到一秒之后的东西。证明给我看。真正的拳手不会找什么劍力或者什么超能力。上多台你都不认真，我就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好一秒大晒，你知道什么功夫？我都有努力过的。我想证明给人看，我不是只有一秒。你拥有你的选择，都可以创造另一个平行时空。足噶，你小心啲，你唔早啲讲。